先给你们跳个舞哈。留下这躯壳，爱就算是天雷雨地火，我也不会闪躲，至少在你。闯王记专业颜值的舞蹈频道，然后喜欢主播就点点关注，手机左上角电脑右上角点一下麦遇上主播的关注，然后点一下左上角五星五句话片段的预约。刚才那首歌的名字叫化言，然后你们有想听的歌吗？有没有想听的歌扣在公屏上，我给你们跳。大家记得帮我点点关注哦，感谢点关注的小哥哥，中间这个免费的星星帮我点一点 Thank you。有没有想听的歌？天南和地北，
有没有？没有我就随便了哟。风筝物今天没有穿古装，不大适合啊，找一个流行的歌或者现代的歌都可以啊，衣服有点不搭。昨天不是跳的古典的吗？有没有？没有的话我就管他谁是谁，马后有声慢一点。大家喜欢主播记得点点关注，手机左上角电脑右上角中间这个免费的星星帮我点一点，感谢。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，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。
脸上总是安安静静，却能让我心里风雨平息。还有喜欢听的歌吗？可以点在公屏上。欢迎大家来93全网最专业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大家喜欢主播记得点点关注，手机左上角电脑右下角，然后点击一下麦遇上主播的关注，点击一下左上角五星52位内的预约，然后中间这个星星帮我点一点呗，免费的哟。上个早分手在北京，那我就跳一个后来我在北京找过你好不好。后来我去北京找过你，可是你走了。感谢点心的小哥哥，谢谢。大家喜欢主播记得点点关注，手机左上角电脑右下角，等一下可能跳一半我就下了啊，再帮我点点关注，然后最后一组送给大家。此纠缠有什么意义？你说去北京让我等你，思念一下穿越几千里。如果我们不分居两地，最后是悲剧还是惊喜？你从远方搬到北京，从此以后就成了你。穿越几千